大家好，我是唐僧。在去西天取经的路上，经过石牛镇，淳朴的镇民特地召开了盛大的集会，讨论如何吃我。你竟然红烧，只有白斩才能体验它的原汁原味。只有你这种无聊的人才会吃这种寡淡的食物。我错了。迫于压力，沙僧眼含热泪出卖了我，就连八戒也为了救我，悟空飞去天庭搬救兵，穷凶极恶的白虎，准备过冬的食神妖怪夫妇，放弃减肥的小美，想要补充胶原蛋白的慕容白，我想普度众生，众生却只想吃我。佛祖，我该怎么办？因为我好饿，我也想吃自己的肉了。万万没想到，幺二幺八。